配合国家风灾日，左鼎区公所是发表了吉祥物，上好是来甲左鼎国小进行大家做伙来防灾教育宣导。现场唔单是讲有主办单位咧示范地动保命的三个流程动作哦，李台南市民族关衔乐团嘛来甲偏乡的后巷巡回表演，为咱小朋友带来精彩的音乐演奏。为了配合国家防灾日，左鼎区公所是来到左鼎国小，进行大家做伙来防震教育宣导活动，并且发表左鼎吉祥物塔币，来甲小朋友见面。公所主笔也亲自示范，地动保命三步骤，趴下、掩护、稳住等动作。那今天我们之所以选定左鼎国小，我们是希望防灾的理念它是可以向下扎根的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到。跟小朋友讲说，地震来临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这个保命三步骤，就是第一个要趴下，然后你一定要找那个掩护物，然后桌脚要稳住。嘿，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三步骤的话，才可以让我们如果真的台湾它发生地震的时候，才可以让我们的财产损失减到最低。另外，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也来到左鼎国小做校园巡回表演。在表演当中，有一位香港市民的陈若琪为小朋友唱歌，需要在场的老师甲小朋友非常感动。学校来演出，让我们偏乡的孩子有机会见识到整个大团的演出，其他们演出的曲目非常的动听，那还有跟小朋友的互动，让小朋友呢可以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得到奖品，那小朋友也很开心，因为不仅聆听到演奏，也学到一些乐器的相关知识。最后，小朋友伫听出音乐表演，以及了解防灾教育以后，也甲做阵吉祥物塔币做伙翕相。公所希望透过防震教育，让小朋友增加防灾意识，将地动造成的伤害甲损失降到上低。记者萧建伟，左鼎区采访报道。